今天我们邀请到了 Jason 大哥Jason 老朋友了，老朋友了，从2015年开始是吧？哎，你记得真清楚，就是2015年。哎，对，咖啡屋，丽人咖啡，对，没错，那个时候第一次在美国第一次上镜头。你当时也是第一次上镜头吗？在美国是，之前是舞台，对，是舞台。对，我记得你是那个就李导做舞台剧做了很多，对，找了一个说最近找一个那个这个这叫做大老虎，他们找了半天。哦，说想想，大老虎说这是如果这个大老虎让杰森来试试看行不行，我说我无所谓，什么都可以啊。嗯，可能有很多人一下没反应过来大老虎是什么。哦，大老虎是那个反贪，猎狐行动，对，是狐还是虎？狐，那就是从历史上来的贪官吧？不是，这个名词不是从这次才，不是现在，最早50几年开始，就是大老虎啊。当时是虎还是虎？虎，老虎的虎。哦，猎虎行动吗？不是猎狐吗？不是猎虎，应该最早是打老虎，就猎狐行动是为干嘛呢？是打老虎。嗯，你看看现在为啥猎狐又是打狐？猎狐的狐嘛。猎狐呢？那可能就是狐狸跑了吧？我估计是，跑到国外了就猎狐嘛，又把狐狸抓过来啊。那当时其实这个目的是打大老虎。嗯，你是一个大老虎，你跑出去了，现在可能是这个想法，让我把你抓回来，猎狐嘛。反正、就是、其实打老虎。嗯，当时那个角色是个贪官啊，对对 对, 对，就是这个虎也好，反正就是要猎，把他给逮回去。我就演了这么一个，但是呢后来突然间，李导说呢，你太会演电影了。我说我怎么会？我什么从来没有做过这个影视的吗？啊，你是会演的哦，我知道了。得第一次上那个屏幕，对对，然后就得到了。导演得很大的肯定，对，好像是，哎，觉得我是这个材料吗？啊，你好像是了，确认了。那之前的话是舞台剧嘛，是吧？舞台剧你也演了几场吧？哦，我觉得我之前你说是从在美国，就那个绿人咖啡电视剧之前啊，对，舞台呢，我说过相声也说过，演过小品。弄过什么七月独奏，在舞台上也弄过，这是乐器啊！啊，你真的是多才多艺。哎呀，这女的刚才讲的，喜欢好玩。当然了，有一点点骨子里的传承的东西。哦，对，那您说一下有父母的背景，父母的缘故。他们就是在解放前呢，在就是地下的那个。嗯，叫什么进步的学生的演绎、哦、OK、哦、很多呢都是跟人艺有关系的哦，在北京啊、所以我刚才讲就是细胞里有那个东西，能够点出那个，能够点出来哦。 OK， 你要细胞里面东西看得多，也不是看得多，好像觉得是有遗传，有这种细胞遗传，对对对。那因为但是呢就这个父母没有，最后没有从事这个行业哦。后来解放之后没有，解放以后就被分配到各个重要的中央机关嘛，反正是、哦、就离开这个，因为他们当时地下的啊，地下进步人士了。嗯，解放前嘛，解放前那解放以后就公开，有大家很多的人就被分到很多的不同的岗位，嗯，然后父母就分配到国家机关、中央机关去了，对，没有从事这个工作，嗯，但是呢。父母是喜欢这个东西的，所以生活当中的可能、哦、业余的时候会经常、也有一些活动，带你去看什么话剧、电影、对对对，是吧？对对对，在国内也要参加什么活动啊？像宣传队啊，什么什么都有啊，都玩吧，玩吧，就玩吧。那到这边呢，就是做一些这个舞台的表演也好啊，节目也好啊，有一些感觉啊。那又后来从这李导那儿。开始说上个丽人咖啡电视剧，我当时觉得我行吗？那后来慢慢就可以来了，就有一些人就可以就找我担任一些这个小小的角色，哎，觉得挺好玩。就从那之后，2015年之后，就不断的有拍一些别的哦，对，片子的，还跟当然也拍过什么拍过话剧了，当时配角，但是导演给我的感觉是。
我学到了，感受到了很多东西。嗯，比如三真嘛，嗯，真听，嗯，真想，嗯，真感受，嗯，这个东西说起来简单，对，做起来很难。真的，所以我说，开始有很多人一开始没有感受到这个，对，感觉不到，认识不到这个，对对对，认识到了，你要做到也挺难的，挺难的，嗯、不是在那演，是，所以三真，我记住这三个字，对，对自己有所鞭策，其实啊、嗯，我现在上课就是讲来讲去就这个，是吧？就这个，对，都没有讲到那个演戏的一些很。具体的一些技巧，对，它都不是技巧，就是你要去先这么做，对对对、你跟你的对方，你的 scene partner， 对，怎么去看他，对，怎么从他的语言、他的表情、他的行为、看出他的状态、对啊，然后你怎么两个人产生这种连接，对对，因为剧本是会大概，其实剧本你越细其实就越影响了你的某一些的方面发挥，有一些是这样的，但是你的人物的已经定位之后、那两个人又有联系了，你知道、哎，我是这样的一个父亲、他是这样的一个儿子，对对对，那你就知道了。你说的父亲有意思了，我经常演父亲我连老人了哦，是是是，这个沟通啊，嗯，就是我觉得国内的有些电视剧语言太多了，嗯，我那天那个小导演、太多以后反而影响了这种对对内心的活动了，对对对，因为电影跟电视剧是很大区别，就在这个、对，可能电视剧你就是靠语言来去推动了，对了，对，所以咱们电影的话更多拍的都是电影，对，它是通过画面声音来去推进这个剧情、对了，所以说才是感觉电影跟电视剧有很大区别，跟舞台有很大区别。就像当时我最早做拍这个电视演这个电视剧，因为电视我拍电影的时候，腔调，舞台腔。导演说你有舞台腔，你就正常说话就可以了。哎，反而是轻松了。对对对对，啊，反而能够进去感觉了。是是是，更加接近生活。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呢，这个东西真的是。要自己体会，而且呢不能说有天赋，你真的体会到把人物吃进去再吐出来、这个过程很难的，对 对, 对, 对于我们业余的些、没有学过很难的，所以但你挺快的，也是吧，你看你第一次上荧幕那个上那个李导的，你就他就那个肯定你给了肯定，哎，他会演接着你再演然后会听会感受啊，对对对、这个不知道怎么回事，就从我自己来讲，还是有一些可能有一些天分，有一种可能也爱看，也爱听，就有一些东西听不进去的，有些东西就听得进去的，对对对，就可能对这个艺术表演形式、这个表演方式和这个活动上，可能一下哎能够抓住了，其他很多方面我很笨的，真的是这么谦虚啊，是不是很笨的，记忆力差。刚才说的就是你喜欢它。喜欢对吧，有兴趣你就会去琢磨，或者说去用心、对对对，用心跟不用心就不一样，对对对，你就会比更多获得更多，对对对，比方说现在经常给现在舞展做那个舞台背景知道吧，就是咱们跳舞也好啊，演剧后边有背景，对对对，目前来讲呢，我是和别人做的可能不大一样，因为你站在舞台啊，对了，你就知道后面的东西怎么来配合，这个比如说一个舞蹈，它到底表现什么东西，对，你配什么样的背景，什么色调，不是说背景要漂亮越闪亮，也不是，对对对，很多那个符合，对，你得符合它的感觉，从音乐的气口，从音乐的表现形式，从和舞蹈的结合起来，你才能选择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背景，对，还不能那个不能跳夺主，对，不能跳出去，你要跳出去，那到底是看背景还是看表演，还是看表演的？哎，所以慢慢我也体会到，是跟老师们学，也是跟老师们学。开始我做的背景也挺花哨的，后来觉得也不对，多看一看，因为你不进入那个角色的时候，你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就跟演电视剧一样。这个是你像拍个电影，那么多人是吧？每个人得知道自己的位置，你在干嘛？对对，为这个。片子服务哪些方面？对，不能大家都抢的，就乱了。这个有几个就舞台那几个导演，对我就是
就叫启发也好、嗯、对我感受也好有很大的帮助。嗯，有很大的帮助。那确实舞台也是很锻炼人、嗯、因为你就像我们拍片子的那个一镜到底一样嘛、嗯、对对对对对，幕一打开就开始了啊，对对对，就啊，你说一镜到底就是那个你看过吧，那个小片子、嗯、两分多钟那个、啊、日本的那个，我看了看了，你那就是一镜到底，那个是一镜到底，一镜到底就是所有的场景只拍一遍。哦，这为什么呢？哦，他剪的那种感觉不像是一镜、啊、不，他但比如一个镜头，嗯，比如这个镜头没有重复啊，嗯，只能拍一次啊，嗯、那个镜头只能拍一次啊，他再去剪。哦，对，所以你说了这个是胶片的，胶片的，还有出于这个原因，他说、啊、我们的胶片很贵啊，很贵，你们要注意啊。哎、嗯，可是我自己感觉拍出来以后啊，感觉挺好的，对我看有内在东西出来了，嗯嗯。嗯，据说他们得了几个奖啊，嗯嗯嗯，不错。好，你在后来拍的那些片子啊，短片也好，什么、嗯嗯、你有哪个你觉得除了刚才我们讲了一下这个哈、嗯、这个日本这个就那个情的啊、嗯嗯嗯、日本，还有其他哪个对你来说是记忆比较深刻，记忆比较深刻、嗯、比较有意思的？当然有各种因素使得我觉得有有意思的也有啊，嗯，我们就比如说那个大圣啊、哦，大圣，大圣还得奖了、嗯、是吧？嗯，得奖餐厅老板，餐厅老板，嗯、餐厅老板，对对对，老板，那个当时请了领导来看啊，对对对对对、嗯，那个呢，从那个当时拍的时候啊，嗯，就像那个有人说的，拍的时候并不觉得特别的有意思啊，嗯，就这个走流水一样，嗯，拍出来看了以后，哦，好像是感觉有。嗯，就对整个片子，不是对自己，嗯，对整个片子的那个感觉，这个导演做的这个东西啊的确还不错。嗯，为什么得奖？不是说、嗯、偶然的，偶然的，偶然的，他选题材合适，嗯，选的演员合适，嗯嗯嗯，选灯光和拍摄、嗯、故事情节合适，嗯，就能够拿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大家国际上比较认可的感觉的东西。哎，这不错。学生奥斯卡的那个好像是四分之一还是二分之一啊、奥斯卡的嗯，二分之一，四分之一吧，四分之一，就从2400多个片子选了10个，嗯 嗯, 嗯，然后他是第四个，嗯，四强嘛，哦，这是半决赛，真的半决，就是没有，当然没有进总决，没有进，这已经很不错了，很不错了，很不错了，又真是很不错，我看了。那个 Jamie 演的很好，哎，很好，哎呀 ，Jamie 真是好演员，因为你是在那个逼他嘛，有点就是对。对啊、推动他嘛，是的，对啊，他已经是特别难的一个处境了，太难，对对对对，特别难，对，然后他那场就最后那个踩的单子。他是真的会演，那个，我得好好向他学习。吉米向你学习啊，希望你在那里看啊。啊，对对对，我请过他过来，那个来录啊，没空，他忙啊，忙。忙着钓鱼出海，下次咱们一起吧。对，一起来也行，就一起来的好不好？啊，对，真不错。那个，而且是在附近，就在我们这Temple City 那个川菜馆，八国布衣啊，就是你们的对啊，在那拍的，在那拍的，对，我在那拍的，拍了。四天吧，嗯，好像四天，嗯，啊，你要说起拍摄这个东西来啊，咱们这边跟大陆是不太一样，不知道美国拍片怎么样？嗯，我听他们大陆的拍片，一天30页，啊，那是那个工作量要强很多，他呢，而且呢是，基本都有没有几？其实你别看那喊咔咔咔的，咔的不是特别多。你说哪？忙不过来了。啊，你说国内的是吧？国内啊，国内一个不，我们现在来对比的也不一样。嗯，一个是两地的拍摄的这种节奏规范也不一样，嗯，是吧？那
国内的话，你讲的是肯定是商业电视剧或者是电影嘛，啊、是吧？商业那就直接我请人就得每个人都是 OK 的啊，对，都是职业的，对对对。那就跟学生片啊，或者说一些小的短片，就还是有区别，对对对、嗯哦。再加上美国对这个拍摄时长啊啊工作的那种时间啊、嗯，都是有要求。哦，那就是对对对对。我那些国内演员累死了。很累啊，大家乐此不疲啊，乐此不疲、嗯、啊，有钱，台词怎么背下来？不说那些看着字的、啊，就一些咱们喜欢的演员，台词好厉害，真的比不了。那你就是他就是一个很职业的东西，很职业，很职业，必须没有时间休息、嗯，没有时间，那绝对是，就在转嘛，转，就在转，跟机器一样。你想想，跑很多场的，对啊，对啊，跑不同的片场。你想想以前八九十年代香港的，哇！你想想这个问题啊，他同时跑两场或三场，他进得去吗？他的感觉是进得去吗？还是真是演了？那真的是看这个，看本事，看演技，一个是看本事，一个看真的是不是在演。因为现在呢，就是有时候看电视剧的东西的时候，看电视，哦，他在演，他不是这感受，对，有这种感觉了已经。这个东西就看你自己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对对，肯定有一个，比如说香港的电影的黄金年代，那大家都这么干，大家有激情是吧？激情，那是干得了的。就那时候，你像周星驰、刘德华那些，一天就跑两三个场。对，是吧？这完了，那完了，对对对，他角色就不停的跳，而且很多，但他同样有热情在里面，他能拍出都很好，你都不知道，这三个片是同时拍的，对 对, 对吧？ 对, 对, 对。但是你说，如果他30年、20年都这么拍，你看行不行？那不一定行。那为什么你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你会说啊，我接片我就不接那么多，不接了，是吧？对，就不是接不过来了，接的感觉不一样。对，不一样，你没必，就是说你觉得你的精力没法分配了嘛？对，随着年龄增长，随着阅历增长，对，年轻的时候可能你也更厉害一些，拼搏，岁数大了，然后你再加上你的看法不一样了啊，我觉得我把一个片演好就行了，那也是，而且像你说到港台那边，他们很多是没有剧本的，对，现场看，现场走的那个很厉害了，其实是比较厉害了，王晶啊这些他们都是，就是脑子里。跟着故事走，王家卫，然后改，现在改什么？现在做什么？是吧？那你看，这个确实香港是好还是不好？我觉得哦，他因为是不是就一个时代嘛，一个地方，一个时代。对，他那个时候就都很商业，你看每个片都知道怎么去赚钱，导演也特别清楚，也不装逼，也不说我这个要得多文艺是吧？对对对，我要怎么样？我都是为了赚钱。但赚钱的同时，把也拍出了好东西，也有好片子。我觉得还是自由创作的空间，是吧？他有香港还是那就跟戏剧不一样。戏剧舞台上，对，错一个字都不行的，背，背，对对对，还要罚款吧？啊，是吧？有，据说有的时候你要怎么就怎么样了？因为他有可能会打乱吧，打乱整个其他人的一个节奏。虽然你也需要有应变的能力，但是你不能，不能，他有个界限嘛，不能跳太多，哪些界限是不可以？是，注意。还有我看你发给我的那个 Eggman。鸡蛋人是吗？鸡蛋人那个我看了一下，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有点意思。潘明他是当时是这么讲的啊，鸡蛋人嘛，就是那个老父亲嘛，到那个宾馆是不是？很消沉，他逃避，逃避一个自己的一个责任也好，什么也好，他对自己的儿子有愧疚感觉啊，儿子找不到了，他开始就是一个。闭眼啪一下做梦嘛，做梦睁起来醒来了，他看到儿子，他想到儿子是把心脏捐给别人了，他想的是这样，他想那么结果呢，这不是有一个小伙子过来跟他说，一个老我要借我一下，我不行了，我要来找人呢，我说，他说我是半个中国人的，我的心脏，你是在你是在车上嘛，他敲你的车，对对对对对，你是住在 motel 里面逃避是吧？那时候逃避，然后他敲敲你的车窗，要去跟你住。就他没有，他没地方住，没地方住，我车坏了。哦，他车坏了，怎么样得修一修。然后就跟你老头开始很不耐烦，借你的啊，对，不想理他，就这么个情况，就是说他对儿子的一种愧疚和
搁那个，就通过这个人想象吧，因为他说他是这心脏被换掉的，所以他是一个中国人的心脏。所以说我是半个中国人。嗯，那你儿子是？他就想到我儿子，因为他儿子呢就把心脏也捐出去了，死了。你儿子死了？在电视里边电视剧里没有讲特别清楚啊，没有讲，都是。但你那么想，哎呦，我最后不是有这么一个动作吗？这个动作看记得吗？摸他，就是摸他的，好像是在摸他的心脏，嗯，感受他儿子在心脏的跳动，嗯，但是没敢摸到，嗯，他最后走了。但还是也是很沉重的，就是你没有说出来啊，对，没有说出来，他不知道，对，他不知道你的真实的为什么让你感动，对对对，开始很烦恼，你找别人去吧，不要找我，对对对，他讲又说几句话，而且他儿子是画画的，嗯，就送两张画吧，你看那个镜头了吗？嗯，我对 ，for free， 记得那个 paper for free， 哦，他送给你，他是送给我，准备送给我的画，嗯。他就有一点就是感触，他不是也说了一句话吗？嗯、我儿子也是画画的，嗯，在那个聊天、哦、很少讲话，嗯，几句话，然后呢，最后他是对儿子有一种愧疚和想念，嗯，造成这么一个局面，嗯，很难过的一老头，嗯，就这么个状况。我看还不错，这个感觉还好吧，嗯嗯嗯，有一些东西也就有所感受，嗯，最后到墓地去。他自己茫然了、哦、对对对对他已经、老头已经茫然了。嗯，好像到墓地是一个释怀的感觉。哎，就是你找到了，好像哎，有一种就是说有一些东西就是在语言上、嗯、文字上、嗯，我就感觉到导演是无法表达表述的一个情感在里面。嗯，复杂的，复杂的，嗯、就是这么个。鸡蛋人怎么叫个鸡蛋人？不知道怎么叫、哦、鸡蛋人。没问导演。Eggman 没有。是不是英文、中文他也是这么翻译的？对对对对，鸡蛋人，对对对，嗯，那个也是不错，嗯，也是不错，对，嗯，但是我现在自我感觉就是说，我自己的对他的这个内心的那个挖掘还是不够，嗯、自己感觉还是不够，我不知道别人。当然，你的阅历来说啊，就你会。感受得更深，对，应该是一样，不像年轻人。但是我感觉我自己对他挖掘的还不够，所以年轻的导演找你，嗯、其实就是找到了一个财富啊，找个老头儿，不，他很多他想在剧本上想不到的方面，可能你就帮助他，有可能吧，填补了。刚才咱们那个，嗯、前两天咱拍那个定向啊，那个导演给我来了一个、嗯、说。我帮包括场记都说您演的那个书记太像了，我说像吗？我说没有什么感觉，可能就是你想的，就是说、嗯、见的这些多了人呢可能比较多、嗯、就事实上就把他身上抓了一点过来，是的，阅历嘛，一再加上你这种对他的这种表演的热爱，喜欢，你就很容易，你看到的东西自然就在你身上就能马上的对对，有一点有一点呈现出来，但是就说在拍那个的时候呢，脑子里有一个大概的模型啊，假设就是你下一次有一个啊，导演也不错，剧本也不错、嗯、那你希望那个角色是啥？我还真没有太多的奢望、嗯、就是说他的，我就希望一个角色，不管是主角还是配角、嗯嗯，他内心活动要多一点的啊、哦，多一点的内容，内心活动多一点的，嗯、不是演的，嗯不是做的，嗯，而是像你说，还是那句话，嗯，真的感觉的，对对对，就体会一个不同的，人生的这种感受的这种角色，嗯、都可以，嗯，我觉得我现在演这些。片子吧，嗯，浅度东西比较多，深度东西、嗯、不，深度东西比较少，嗯，但是可能是短吧，嗯，但是呢，我是感觉我应该努力在哪儿呢？嗯，这么小的角色，多么小的片子，都应该吃进去，是再出来，没错没错。现在就是还不够，所以说能够再把自己内心东西再挖掘一些的啊，可能对我的感觉可能会更好，会更年轻的。对不对？ 对， 对， 对，演的越多越年轻，我觉得那肯定你就越开心嘛。这是一种、啊、那种成就感和你对你喜爱的东西的一个交代嘛，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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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越开心，你不就越活跃了？对，因为最早做这个演、嗯、表演的时候，真的没有想到很多很多，没有想到，就这个喜欢。哎、嗯，现在好像有一点点的感觉，
更认真，更认真，而被有些导演认可了，觉得自己很舒服。对，对自己的也有提高，真有提高。导演朋友想要挖掘一下这种像我们 Jason 哥这样的一个角色一个人物，你如果有这样的剧本，找 Jason 哥肯定没错。好，喜欢跟导演一起来研究这个人物怎么把它做得更丰富一些。对，导演呢就是说把那他们创作的时候他的这个人的真的内心东西都给我介绍介绍就好了。演员跟导演一起创作吧，我觉得特别二次创作特别好。拍一个片都说那个选角是成功的话，就是你片子是成功了90%。好像是有这么说法。这个是在普遍都这么认为的。哦，因为你选对了人，其实这个人也就是你笔下的那个人，对吧？你认可了他，他也。他会再继续，他会变得火起来了。你原来写的是你个人，这个导演这个编剧写的这个人，也没有说不好啊。但是有个活的人跟你这个人物 match 上了 ，OK， 那他就是活的了。对。然后他来说出的话，可能就比你原来的台词会更生动，生动一些。对，然后再加上他有个人的一个生活的经历啊，会。填补很多啊，填充，把这个整个丰富起来，很有道理，很有道理。对，所以我现在接片也是这样，我说我们拍多少天没关系，你拍两天，拍一天，拍三天，那拍摄之前彩排多久我都可以，只要你导演 OK， 你有时间，我们提前确定好时间，我宁愿就是多排，多去研究这个人物，是吧？这样才比较。拍出来你看起来你还就有点值得去展示，要不然有些片之前我确实我就更加是啊，我跟你相比，我很多片我拍出来之后我真自己都觉得哎呀不好看，不敢看，但我希望拍出一个片会很自豪的拿出来，哎你看看你看看，那说明是自己都认可的，那应该对，就是尤其是自己拍的片子吧，可能看个两三次以后才有感觉，有时候那你这个是说明本身已经不错，像我目前的哈，好多我就觉得，哎呀，真的不行，就一出场就觉得，那你要求太高了，没有也没有那么高，就是我真的这么说，你在这个位置起步啊，你哎一步步让更多人认可，我是在这起步，所以我自然我的起步就低一些，对，不是我要求更高，但是我就希望。每一个能够进步多一些，没错，都是这样，对，少一点遗憾。每次进所谓的进组也好，就有种期待就好了。对，我觉得，尤其哎，这次我能够把人物吃到什么程度，这是一种心态的话，会很有进步，而不是在那儿去演个戏嘛，就是演去吧，就那千万不是演啊，对，千万不是演，平常也多看一看。是因为好多，特别是我们讲学生片的话，不管从人力、物力、钱也好，都是比较紧的。所以的话，好多导演确实没有那么多时间来去做这个排练，或者是研究和跟演员去讨论。很多时候就啊，确定试镜完了之后，就拍摄那天才见面。对，所以就这确实就。缺点东西，对，哎，哪怕是在那个试镜以外，在那个 Zoom 上，去排练，都做一做也好。对，其实作为演员是希望这样的，对啊，对吧？这个时间是值得付出的，对，对吧？对，值得那个，能够多走一走，咱们叫什么？多试镜，等于是多试镜，对，选完演员以后。给演员多交代一些东西，演员吃透一下，然后找一次，哪怕试训呢，咱们台湾讲试，对的，试训的 rehearsal， 我觉得也应该有一个必要。对，我现在就是会这样，就是我自己会去通过，比如说我这个教练哈，那我看完剧本跟导演聊完之后，我自己会录个视频，就我对着镜头也好，对着旁边也好，我就在讲，哎，我是谁，我多大了，我干嘛，就好像是在告白，自己在往里吃，对，往里面去确认自己的身份，这个不错，对，我多大了，我现在处境是怎么样，我现在是遇到了什么问题，
可能跟剧本不是直接的跟剧本是一样的，但是不，我是说不是剧本上的那个该说的话，而是我这个人自己。嗯 okay. 对对对对，就我就没错，这样来确认一下。嗯，说着说着你就，你就容易进去，你就就是那个人。对，嗯，这就是跟你说的那个，我第一次在演那个舞台剧的时候。导演把这个角色给我以后，嗯，等他现在想什么呢？我傻了，我想什么呢？我不是在演吗？导演说不是在演，嗯，你要觉得你要把你自己的角色的定位弄清楚以后，嗯、你才能表现出东西来。对，哦，那时候我才想到，哦，不是演员在演，嗯，所以说三个真，才慢慢体会到，就像你说的那样，嗯，先把自己定位定进去。为什么有的很多演员看剧本看一个月、两个月？嗯，把自己搁进去不出来呢。嗯，哦，原来是他要把自己一变成那个角色，才能演出那，才能表现出那个角色。这个很好。嗯嗯，在这边现在，不管做什么，你只要你要认真做起来东西，就会得到一些认可也好啊，可以有发挥的余地、啊。还是有还挺好，还是有各种玩法，有可以，啊、甚至我们其实我觉得我们。在下一步的话还可以慢慢遇到更好的一些这种片子，嗯，包括是本地的、嗯、会越来越多这种机会、嗯嗯嗯、对对，现在亚洲片对亚裔的片子越来越 多对对，然后像我们这种年龄也好啊，这种角色这种人物也会越来越多，对，然后更多投入到里面，那我们这个就是被重视啊，发展的这个空间也会更多。嗯、好好玩，好好玩，对对对对，好好玩，我也这么说的好，对，好好玩，对，嗯，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好啊，我们好好玩，祝大家都一块好好玩，对，好好玩，谢谢。